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我們車位那裡呢，就你看到了，廣州車位不是一位萬金，是一位百萬金。你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其實這裡來講呢，就已經是40萬起標，去到80萬、60萬，平均來講，你見到呢，它跳標跳到呢，去到172萬。所以來講呢，在國內的廣州車位呢，其實你見到車場不靚的，但是有位其實都是你見到這個拍賣場的，左手邊的車都落不到門的，咁都要去到170萬，就係講緊係廣州嗰個對個車位咧，係有位就已經係得噶啦，有錢都買唔到車位嚇、你見到全部都係我哋可以睇到嚟講咧，其實你都睇到咧，廣州嗰個車位嗰個價值係未來有錢人對接有錢人一位難求嚇。咁、你亦都係睇到咧，係我哋個車位咧就係、產權車位啦，長線投資同埋。當地是非常之剛需的對接，咁所以今日嚟講咧，我哋喺朗豪坊做呢個展銷會咧，係帶到一啲叫做好嘢嚇俾大家。